前两天呢，我去相亲，遇上个大拿了，送了个礼物。他说啊，让我注意快递查收。我今天呢过来一看，这不大 house 吗？这不掏上了吗？我带你们进室内看一看呢。我们进入室内看一看啊。哇，这是卫生间呗，这就是我想要的那样子。我家都没装成这样，干湿分离的。这出厂就给我做好了，那我也不用买啥了。我家具家具也都给我佩戴好了。这块是投影仪呗，透幕在这儿，还有天窗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躺在床上看那个星星月亮，太美了。还有露台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。太好了，下面的时候我在这想。种满花花草草，最喜欢花的、哦、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么大呢。哇，这屋也很宽敞哎，两个屋都有三面环景的落地大窗，这边还有个小窗户，平时通风也没有问题的。这大拿我拿定了。